别着急落地。哎呀，看着没？我要着急落地，是不是被他仨给糊了？这三个嘎嘎往哪跳？跳这边了。哎呀哎呀，跳这边了。那就别怪我，你自个手黑了。别着急，来了，完事儿。完事儿，你全灭啊！这三个小杆杆还敢跟你自哥俩嘚瑟啊？这是自不量力啊，自不量力啊！哎呀，太年轻了。咋还有人呢？往哪里逃？哎，往哪里逃？刮几啊、哦！哎呦我去，这小伙子，看志哥精准判断啊，听声辨位，飞车直接撂倒。哎呦我去，这把赌桥有学问啊！搁这个位置，车长这，车长这，这把赌桥有学问啊！搁这位置赌，就这赌啊！这个位置安全吗？哼，安不安全？一会儿看呗。那把一队人都打死了就是安全啊，没打死就不安全。来了，胜利。我操，不走寻常路呢，这傻小子。好，省点儿，不走寻常路。错了，你看咱这个游走是开枪啊，走，这就是你这个的厉害之处，给他打懵了啊。接下来是咱们的组合技啊，这个最著名的组合技，你看怎么弄他的啊。好，连环组合技，一环扣一环。哎呀，开船了，开船跑了啊！
看到没？搁那边呢，开船呢，前方有危险，继续追。你说你往哪跑啊？你是开船干啥的？往哪跑？我都知道他大致要上岸的位置。往哪跑？啊，往那边跑，渔村方向。他追。追死你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啊，来了，搁河里游呢，你看着没？看着没？来了，就这傻小子啊！怎么样？你自个这追击啊，嘎嘎的啊，追他多远啊？嘎嘎就追啊！